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在游戏中为什么迷斯拉一直做游戏中的老大？你们看，我找了很多种照片，老迷永远都是图标，对吧？不信你们打开你们现在的手机，你们看，老迷依然是老大。为什么老迷一直会做迷你世界的老大呢？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原因吧。老官方好像太偏心了吧，伙伴们，哪里都是他。我在网上搜索了迷你世界四个字，结果我发现老官方也是用迷斯拉的头像做的头像呀，你没看，你没看，对吧？这到底是咋回事呀？在我们每一次登录游戏，我好像发现了真相。迷你世界的名字叫迷你世界，它的第一个字是迷，而迷斯拉的第一个字，伙伴们，也是迷呀。迷你世界，迷斯拉。伙伴们呀，游戏中流传着一个传说，有人说迷斯拉是迷你世界的儿子，都姓迷，所以老官方才让迷斯拉做了那么多老大，并且老官方的头像也是他的原因。你们觉得是这样吗？